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投票咧，系会喺今朝九点开始，到今朝十一点半咧就结束嘅。咁主投票站咧就设喺呢度会展嘅一楼。咁我喺度呼吁咧，各选委咧就按我哋之前俾佢嗰个建议投票时间咧，嚟到呢个投票站投票。咁今朝会展呢度咧嘅交通可能都会繁忙啲。咁至于喺竹篙湾嘅隔离及检疫投票站咧，佢投票时间系短啲嘅。是上午九點到上午十點半，咁到今朝早上七點半為止咧，係已經有六名選委預約咗喺竹篙灣嘅投票站投票啦。我哋點票嘅人手係加咗嘅，咁上次經驗咧係個幾鐘頭，但我哋係已經加咗人手，同埋我哋係簡化咗啲程序咧，希望都係維持翻。個鬆啲鬆頭或者個半啊咁上下咧，就可以有個結果出咗嚟啦。